等一下，哎，宝贝，宝贝呢？哎哎，你吃，到底为什么一直吃？他开你就吃吗？他打开你就吃吗？我只是去洗奶瓶哎，洗奶瓶，你现在给我什么？啊？你开的吗？你收好，收好，去收好。啊，我只是洗个奶瓶，换你去洗奶瓶啊。奇怪，整天吃到饱，整天吃到饱，吃到饱。你才两岁，你才两岁，两岁，谁教你开起牙链带的？啊！哎，我的妈！辛拉面哦，这么凶，还吃什么袜子啊？好吃吗？我都还没吃你就吃了，啊，晚上吃什么？我宵夜吃什么？吃那么干净哦？那你有没有用水泡？你有没有用水泡？还是你干吃？回答我，回答我，你到底是在夸小熬夜？你到底在夸小熬夜？你干嘛？你这边坐了多久了？完全不知道你想要干嘛。吃辛拉面哦，这么凶，还吃什么袜子啊？好吃吗？我都还没吃你就吃了，啊，我晚上吃什么？我宵夜吃什么？看我 ，OK。啊，你吃这个，我吃什么？我还吃那么干净哦？那你有没有用水泡？你有没有用水泡？还是你干吃？回答我，回答我。Thank you.
笑了吧。